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光。现在我人在一个非常暗的空间哦，这个房间看起来非常的暗哦，只有我一个人被关在这里，非常的恐怖，而且头上还有一堆蜘蛛网。哎，今天我们来玩这个麦块啊。那这个地图呢，叫做卡拉卡子的作者做的一个恐怖的实验室地图。我们今天要来冒险看看这个游戏，听说蛮恐怖的。哎呦，大受好评。我们来看一下他这本实验室的书在说什么吧。他说，这个新人征收手册 ，OK， 所长所要说的话，新人要注意的事项 ，OK， 没问题。所长说不要偷懒，不要迟到，不要犯傻，否则我会被扣薪水。那我一定是不会的啊，我这三样全部都不会做，对吧？来，那我们看下一页，新人要注意的事项，而且要务必哦，要熟读。进入这个主建筑前呢，一定要消毒啊！这恐怖的实验室竟然需要消毒，难道是有跟病毒有关系吗？不要进入红色的铁门 ，OK？ 只要红色的都很恐怖。然后叫请勿擅自拿取东西啊、哦！这个实验室的东西你都不能拿。然后我这个新人就是这么可怜。然后请勿擅自上夜班啊！糟了，怎么这么黑？难道我现在是晚上吗？我现在是不是已经犯了第四点了、啊？请勿随意外出，除非必要。哎，为什么我不能出去吗？请勿随意进入所长的办公室。OK， 好的。然后这是设定应该就没问题吧？好，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恐怖的实验室到底有多恐怖吧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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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进去了！这声音，哦！警告：本地图有大量的惊吓，不要注意。为了更好的游玩体验。建议佩戴耳机。哎呦，一堆实验这个研究员哦，他研究什么？哎呦，好多史蒂夫，干嘛看鸡鸡吗？他看自己长得大。哎呦，干嘛？是不是在看自己下面？他们研究让自己哦，怎么有血？那是人头吗？哇，鸡鸡流血了，完蛋了！还好，哇哦！等一下，好恐怖哦！他把所有人都杀了，这该不会是僵尸的世界吧？他刚肋骨都露出来，肋骨不是肉骨，肉骨是什么东西？哦，我醒来了，嗨，大家好。我视角被锁定了，这是一个，动画做其实真的超好的，我来到，他本身有带音乐。哎呦呀！这是消毒吗？还是雷射光啊？系统重新启动中。哇！这关起来好酷哦！被白白的东西喷得满脸都是。Oh my god！ 哎呀，大力点！消毒程序完成。说真的，如果这真的发生在现实，我看到这样，我压根不敢走进去啊！好多血啊！嗨，你好，你还好吗？我的眼珠子都被挖出来嘞！哇，屁股一屁股都血，应该长痔疮吧？哇，太血腥了吧！这实验研究员的头 ，Oh my god， 蓝血的报告，不能看吗？哦，有了，我看一下，怎么不让我看？这样子看。我以为它是要打开的，这个实验体48首次 GM 注射成功，是恶灵古堡吧？这肯定是恶灵古堡吧？48的各个身体迹象都没有变化啊，目前看来对于他们注射没有排斥反应，等待进一步的观察。OK， 好，字好多、哦。干嘛？哦，是这里了。它音效很大声呐、啊。不要这样有点毛我觉得音乐的渲染力很强我在取鸡皮疙瘩啊。这个年龄二啊，就是实验体48，反正跟48有关系啊。年龄二，那与母体的差异，已将 Y 染色体拔除，是否可以协助制作第49个？需观察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很恐怖大哥，我以为这是哦。这是一个观察地图啊！干嘛啦哟？不要吓人呐、啊，北七哦，真的很恐怖哎！
糟糕，我没有想到这站会这么恐怖哎！搞什么啊？实验笔记，不要这样，我以为麦块不恐怖好吗？哎，音乐真的太大声，吓死人了！我们身为实验员，尽管完成所有的工作呢，但所有实验成果都是所长一个人功劳，无论失败跟成功，都会被丢到铁门后。该死的，要不是我们正在做这种事情，早就推掉不干了。你看，不推，你看全死光了吧？我到底是什么身份？这是实验记录本，登记完要记得放回去啊。这干嘛？哦，哇哦，将肌肉提升到120%，我觉得应该反正也不是鬼啦，就是个应该等一下会有一个怪物追我吧？啊，哦，哇哦，反正就是这个人被上了各种 buff。实验室08的钥匙，08这个吗？开不起来。欸，音乐没了就不会吓人了吧？啊，超多 jump scare 欸，大哥 ，jump scare 那么多不好吧？啊，成功了，我们终于成功了，不用担心源源不绝的实验品了。好，我们把它收起来，不然等一下再捡到一堆报告。因为我记得这个作者说希望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看一看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把它看一看，这算是一种这个。进入式的这种，潜入式的这种，哦，他来了，哦，我跟你讲，这边肯定会吓人，哦，开这边吗？嗨，开了，哎，欸，这动画做得很好，欸，哎，哦，嗨，你好，哦，哎，欸，这其实这地图真的做得很好，欸，哎，老实说，哎呦，洛克人，他要进入里面，然后拿他装备。开始录影了吗 ？OK， 我们开始吧。好，我们可以开始了。48的身体迹象，一切正常。是第18季 GM 注入第48的体内。哇哇哇，提升到 300% 哦，太多了。所长，我还是觉得这个应该要推延这次的实验啊。你看，不推延就死了吧？推延，这个实验室所有的数据都是正常的，需要推延什么？但是你看48的眼睛，皮肤颜色不太对劲。我告诉你，再敢多走一寸，我就把你变成下一个实验体。哎，干嘛？哎，不要吓我，不要吓我，哎，不要吓我。鸡鸡冒血了。我真的每次那个血从鸡鸡冒出来，就觉得特别好笑。还要注射，再注射你们就要数翘翘啦。哎呦，他变鬼脸了。不要吓我啊！注射完75%，哇塞，飙到500%，他已经。超越人类了，我不当人类了，啾啾。哦，他很有精神，他想要打破舱门。别担心，这个玻璃是很坚固的。该死的，哎，不要吓我啊！然后先把眼睛遮起来。播放结束 ，OK。通常哦，是蓝血的纸张。通常哦，刚开始是不会马上吓人的。我是谁？你是史蒂夫48？不要，拜托，不要吓人，不要吓人。哎呦，干嘛啦？哦，哎，等一下，刚跑过去明明是小小只的，然后这个却这么大只，蓝血的纸张太多，蓝血的纸张了啦，看不完啊！我记得我好痛，我好饿。哎，说真的，我每次看到这种蓝血的纸张都觉得很好笑，他们到底是什么？他们怎么有闲情逸致写这个东西啊？他们怎么能这样对我？我好痛，好痛。他也是一个小说家，哎。变成了怪物还不忘写这个，我讨厌我的工作，每天都在这里监视他们这些恶心的肉块。要不是薪水多，早就离开这里。我一定要爆料这里，一定是一桶金，才一桶金哦，那也是没有很多呢。你看，付出生命的代价了吧？欸，音乐会不会太大声啊？好恐怖哦！不要这样哎。嗨，你们好，各种尸体头，欸，尸体头。嗨，你好。这是什么？第45测试，我们只剩下脑细胞了，就差一点。OK， 真的只剩下脑细胞了。哦，这个得头哉哎，他头在这里，都是因为你们，听到没有？哎呦，音乐真的很厉害，是他自己做的吗？这音乐到底是？我警告过他，不要这么做。我们做了这么多无法挽回的事情，至少要把他的神经细胞去除。OK， 好。有点多了，我们开始想办法离开这个地方吧。我好怕，我还不想死。你已经死了，好不好？你已经死了。这边
哎呦，哦，欸，你不要动哦，他动我哦，嘘，告你哦，哦，所长是要死，他不是说红色的门不要进去吗？好吧，越不要进去的地方就越要进去，该死了，有什么办法？布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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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有十一耶，太多了吧？想到了，妈妈你阿妈那嘛啊，呜，啊哦，快成功了，好好好 ，OK，哦，我错了，救救我，反正就是死了啊，哎，刚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飘过去啊？不要这样嘞！哦，是那个灯在那边闪啊！啊，给乌嘎乌鸡嘎！他们向我保证过，哎，所长不要吓我啦，北七哦，所长，结果了，结果嘞，结果嘞，结果嘞，哎，他就烟消云散了，啊，不会被你吓到了啦，不恐怖啦。僵尸 gay 哦，这么多干嘛？哎呦，是开这里的吗？所长办公室不是那个吗？哎，干嘛干嘛干嘛？哎，不见了。哎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嗨，哎，音乐是真的让我很毛哎。一二三，哦，这刚吊死人。我是 br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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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ra， 我是这里的所长啊。英文全部略过，不是懒得练。反正我们实验室就是要如何研究提升人体机能啊。因为我自己的失误，数名人啊，这事已经发生事情了。赶快逃离这鬼地方吧！哎呦，或话说，我都来这边看，还要逃离？通常我们来都是抵达嘛，对不对？你觉得被追杀的人他有闲情逸致去看那个影片吗？不合逻辑啊！作者不合逻辑啊，是吗？我需要找到这个文件，我才能打开啊。好的，那文件肯定是藏在这里啊。蓝血的纸张，实验笔记，对吧？哦。我们错了，对不起，怎么又是我们错了？你看，哎，重复了，作者，丢掉。好 ，OK， 我们走，应该就是这一张了吧？实验笔记吗？哎，不是，哎，哎，你要我找什么？难道在这里吗？不可能吧？这个地图听说不恐怖也，不是不恐怖，听说哎不会很困难啊，不需要跑酷啊，不需要解谜。你只要好好的体验这款游戏，我是感觉到了，不过僵尸 girl 太多了，有点恐怖啊，我会怕怕啊，对，没错，麦块不要做的这么恐怖，我们小朋友会伤害我们这些幼小的心灵啊，是怎样找不到啊，所以在这里对不对？哈，找到了吧？原来这是门卡，啊，红色铁门的门卡 ，Let's go， 开门开门，有了吧？开门啊，我要插进去哦。我，哦，其实这真的是坐低不错哎，啊完蛋了，我真的觉得有恶灵古堡的那种即视感啊，恶灵古堡，哦，肉块，我最喜欢吃肉块了，还有骨头，我们全部把肉块跟骨头都收集起来，哎，好猎奇哦，我只是个猎奇的男人，啊，使用机器的时候请注意安全 ，OK， 好，这是实验体零五。好多东西要注意哦，这些是我吗？哦，话说那个48你也是真的是小说家，认真，我真的，他还可以在地上写这么多东西，看，我想让他们痛苦。好哦，他一定是，哎，哎呦，我以为掉下去我会死，哦哦 shit， 哎，救命啊！哎呦，刚掉到一个奇怪的异次元空间，怎么都是骨头啊？算了，我不想拿那么多肉块了。嗨，蓝血的纸张，我觉得里面有事情哎，进来吗？进来啊，来啊，我进来啊。哎呦，干嘛干嘛？转过去。哎呦，干嘛？啊？闪闪哦，哎，不是，太短了啦，坐着，太短了。太短了，在路中是什么？我看看，播放作者留言。我们作者长那么像闪闪，新喉咙。我们开始了吗？哦，好，我是这张作者，地图的作者卡兹，感谢你的游玩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被这个 jump scare 吓到呢？你有实况的话，留在我们的巴哈底下。有任何意见可以告诉我。太短了，听说是第一张啊，这是我两周内做好的小品地图，希望你会喜欢。正在努力开发第二章，搞不好已经做好第二章了，对吧，各位？哎呦，期待一下，感谢你的留玩。嗨，
谢谢你啊，长得很像很像很腔调的闪闪的作者，好，感谢你啊，我觉得做得不错啦，真的不错，好不好啊？篇幅再长一点，难怪巴哈留言说拜托长一点，我以为我要正准备进入什么可怕的冒险，哎，多单都是一些 junk skill 啊。好啦，那我们体验这张地图了，那希望那个作者第二章赶快火速感性做出来，搞不好已经做出来了，只是我还没找到，对吧？好吧，那我们就在等作者做出后面的剧情。那如果大家喜欢也想体验的话，也可以去巴哈找这位作者的地图哦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